好，现在继续开会。现在介绍在场委员，我们陈宝清委员、郑宝清委员，来站起来了，快点趴下哈。我们叶宜津委员、陈树月委员、李坤泽招委，你们要晓得，掌声越大声呐、啊，预算越好通过，你知道吗？好，介绍例行委员哈，交通部我们王国才政务市长，好，请坐，谢谢谢谢。行政司陈金生市长，会计处洪玉芬处长，桃园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曾大人董事长，肖登科总经理，好，营运副总经理蛋，好，蛋先生好，谢谢。还有陈福将副总经理，谢谢。张垂龙总工程师，会计处汪文宽处长，业务处李俊德处长，好，谢谢。维护处张宏斌处长，总务处郭秋成处长，货运处陈志佳处长，政风处陈德伟处长，人力资源处许孝德处长，航务处苏崇义处长，营运安全处刘光岛处长，资讯处黄国峰处长，好，谢谢哈。航油处马宏伟处长，工程处林文珍处长，财务处郑明峰处长，企划行销处丁元宏副处长，公共事务室郭宇平副处长，法律事务室刘小平经理，台秘书处许家瑞处长，桃园机场保全股份有限公司蛋昭碧董事长，行政院主席处林秀春科长，好，请坐，谢谢。好，还有一位委员郑运鹏委员哈，好，请议事人宣读本日下午会议的议程。继续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营业部分关于交通部主管桃园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预算，预算处理宣读完毕。好，请议事人宣读桃园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的预算数。桃园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预算数，因业务计划详见预算书第13至37页。二、营业收支因营业总收入1,938,588,000元，营业总支出不含所得税费用1,339,012,000元。三、税前净利599,585,600元。三、服务成本如修正应续明，随同营业总支出审查结果调整。四、转投资计划无列数五重大之建设事业77亿2,347,000元。六、资金运用详见现金流量之预计及合并现金流量预计表，宣读完毕。好，我们补介绍我们林俊宪委员哈，谢谢。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的处理并进行协商，同时请议事人员宣读委员的提案，另临时提案一并协商及宣读。委员提案第一案，李委员坤泽等提案，桃园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106年度税前净利编列599,985,600,000元，应予增列29亿。第二案，林委员俊宪等提案，106年度税前净利编列599,985,600,000元，建议增加6,290,600,000元。第三案，郑文天才等提案，营业收入编列193,628,400,000元，原增加桃园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收入10%。第四案，郑文运鹏等提案，桃园国际机场106年编列营业收入193,628,400,000元，增列营业收入新台币5亿元。第五案，郑文英鹏等提案，桃园国际机场106年度营业收入为193.6亿元，原建议增加营业收入3亿元。第六案，
郑文宝金等提案，桃园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106年度服务收入编列103亿9650万9000元。好，请各位翻开第一案至第七案哈。4亿6400万8000元，航空器部分增加5亿1814万8000元。团长说明一下。8000元，合计第一案哈。9亿8000万。第一案我先请教一下，那个就是有关于税前净利的部分哦，我们。机场公司从100年度起，那个预算的税前净利达成率皆超过150%，2亿元。那这个部分，像明年的油价有上涨的趋向哈，如果油价上涨，会不会影响运量？这个请这个机场公司简单说明一下，对旅客的人次成长会不会有影响？刘文兆豪等提案。目前我们观察，最近五年的成长率都跟我们原来的基本计划，就是刚才计划里面的是偏高了，所以成长是比较快速。那明年的话，有种种因素加上油价的这个变波动的话，我们估计它会稍微趋缓，但是还是会继续上涨，还是继续上涨。那这个收入的部分能不能增加啊？支出来减少？那我是建议增列10亿，可不可以？我建议这样子跟委员报告哈，因为我们本案的部分大概要好几个案子并在一起来考量哈，是因为在民航作业基金审查的时候，已经经过大会，这里就是交通委员会已经审议通过，那有一个决议案就是要增加4亿的收益，就是由我们机场公司去增加4亿的一个提拨民航作业基金，所以配合那个的话，我们认为说税前净利增加应该是9.1亿了，就是说这个是有一个法定比例的问题，我们认为税前净利应该控制在9.1亿。那税前净利控制在9.1亿的话，我们营业总收可以配合来调整增加5.1亿，那营业的支出配合减少4亿，这样加起来差额就是可以调整成税，就是税前净利7亿，这个税前净利可以增加5亿，是不是？税前营业总收增加5.1亿，但是后面在后面提案有一部分要删减支出部分，我们建议说删减4亿，那里面的细目我们待会再做说明。那这样的话，在税前净利的部分刚好可以9.1亿，就配合那个民航作业基金那个需要增加收入的那部分，可以配合做调整。编列高达4369万元，与删除2200万。是第二、第十六案叶文金的提案，管理费用向下水电费106亿。9.1亿。编列1到7啦，104万3000元，予以删减。在收入的话，只增加5.1亿的，一到二是收入嘛，哈，收入增加删除100万。税前净利是9.1亿。第18万。一二案是税前净利，然后3到7之1是收入增加5.1亿，然后7之2往后的话是谈到支出删减的部分，我们建议删减4亿，然后有一些细目我们待会说明。6548万6000元，原理删除各项编列经费6548万6000元。先处理收入了，收入一二案。简委员东明等提案要求净利税前国内国外旅运费印刷装订预算书应比照105年度预算书编列，删除超出部分，并以零成长为原则。这个简委员没意见，东明委员。服务费用、旅运费编列1919万9000。我们一到七案删减该预算7之1案，分列9.1亿元嘛。提案106年度旅运费编列1191万。净利嘛哈，净利分列95万元。第23案赵文正宇等提案，国外旅运费编列879万3000元，提案删减58万元。那现在呢？跟委员报告。有些人没有来过。编列69万3000元，应提案删减三。是一到七嘛？第25案叶文英金等提案，烟成本之旅运费，就等一下再回来啦，先处理一二案呐。万元。第26案因为3到7呀，三到七呀。8864万3000。好，先处理3到7案。第27案。李伟坤则等提案，增加3到7案并案除7之1啊。第28案并案增加5.1亿啊。其他营运成本之印刷并案啊，费106年度编列高达1196万。没意见吧？净利增加5.1亿啊。3到7收入啊，之一收入嘛哈，7之1三到7之1。
印刷装。好，那就照叶委员的修正了啊。跟主席报告一下哈，那个机场工程因为整个营业总收入增加5.1亿，因为里面还涉及到，因为收入增加，有些费用会跟着增加，比如说机场服务费、手续费，所以我们是不是建议说营业总收入增加5.1亿？那这部分的科目那自行调整。另外，随同调整连带的机场服务费、手续费，还有噪音防治费、回馈金等费用相关支出，配合调整。报告后的动支。第32案，叶委员已经等。好。其他有没见？修理保养与否？好，可以啊。高达5.6353亿元。那第一案呢？要不要回头？1.9亿元。第33。等后面走完再讲。好。劳务成本、服务费。那就。保护费编。7-2到8哈。438.2万冻结本笔预算。7-2。是三个月内提。那7-2，七就七嘛，还7-2。动支第34案，叶伟银金的提案。其他营运成本之保险费106年度编列高达2000。好，7-2。删除1400万元。第32赵浩委员没啊？其他营运成本之占除包装代理及加工费。跟主席报告一下，陶艺公司是不是做个建议？因为7-2到8这两案子，它是针对营业成本。那营业成本后续这个第9案以后啊，也有委员针对细项的支出有一些删减的意见。那是不是能够并后面的细项来做那个讨论？谢谢。4900万元。并后面什么？第36案之面的细项费用来做讨论，因为这边只有大项而已。费用占除。我后面还有人，那这个先放在这里啊。待会再来。建议他可以并后面的14到45项的细项来做。那7-2至8，回头再来啊。好。9到10案。第38案，叶维银金等提案，其他营运成本之专业服务费106年度编列高达4.3595万元，予以删除2.9亿元。第39案，叶维银金等提案，业务费。郑宝军委员。费编列，委托调查研究费3040万元予以删除。绩效奖金，叶伟银金等提案，管理费用专业服务费。建议说，因为同意了哈，就冻结1/4了，然后请他提书面报告。1700万元。第41案，赵文正予等提案，承租民用航空局土地租金费用1/4的，那第9案跟第10案一样的啊。原提案定案了，冻结1/4哈。提出。第9、第10冻结1/4。好，11至13案。OPPO 等提案。106年度预算编。预谋委员。民用航空局土地租金。那个这几案都是他们决算数根本就花不了那么多啊。该笔费用。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些预算数有浮编之余啊。所以这3案应该可以吧？第43。说明一下。跟委员报告一下，有关于第11到13案，因为它是针对其他营业成本的部分，还有其他成本的服务费用，那这部分。机场公司有提供委员桌上有一个我们总个费用可以删减的部分，就是说营业整个总支出的部分，我们建议整个可以3-4亿。那因为这一部分也是一个大项而已，没有细项，所以是不是可以并后面的14到45案的细项来做一个逐项的一个讨论？谢谢。本委员会后审动支第45案，陈委员书院的提案，劳务成本、服务费用、折旧及摊销土地改良折旧。编列3.5亿104万元，建议冻结1/10，剩余3个月内将提高。赵伟，好，纪检委，他们那个税前净利的预算数预估怎么差那么多啊？那你这样当然每年可以领奖金啊，你把净利目标估那么低，你当然一定达标啊。536万6千元。怎么会有？并要求一百公司提出104年的达成率是185%。第47案冻结。那105年到8月就达到预算目标了。费用6.2530万6千元，至1/10。是提出专。我说第10案，第10案跟委员报。第10案这么近，委员那个提案呢？104年的预算超出了那个盈余超出，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在编列预算的时候，没有把机场服务费的300元调到500元这一部分纳入。收入及所有支出。所以那部分就多了。委员金的提案删除。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只是104年会有这种低估的状况嘛？那你105年呢？你105年1到8月就达标了，你这样净利目标定那么低，每一年奖金当然一定领啊。不是不给你们奖金啊，而是说那个你那个113万1千元，对啦，预算编列不实啦，说明一下。郑文宝清等提案，
淘金保全。说明一下，说明一下。跟委员报，我们的十一、十二、十三案，我们同意可以简列了哈。至于简列的这个细项的部分，我们有预拟的一个细项的一个建议数字哈。那它后面会并在后面十三、十四。我来讲第十案呐、啊，我来讲第十案那个。第五十四案，桃园机场保全股份有限公司106年度预算用人费用编列1亿596万。对，所以现在我们把那个它的总收增加、总支减少以后，它的这个要达标的这个时间就会比较合理了，会比较合理。是，我们已经考虑，就是总共的税后净利要提高到9.1亿了，再增加9.1亿，所以这已经会趋向合理化了。保留用人费用、职员薪金。政委刚政委讲四分之一嘛，我们建议是不是改成10分之1，然后提书面报告10分之1，因为人事费用我们希望能够比较，有一点缓冲的空间了。嘿，桃园机场保全公司106年度。政委有两个，政委有两个啦。用人费用，李政委，刚郑宝金政委有大中小，你要讲清楚。郑宝金政委，哎，洪处长，我请问你啊，清洁费那个调高的部分也算绩效奖金哦，没有吧？2035000元，建议该预算全数删减。第59，不是我说清洁费啊，哎，不是我们机场服务费啊，用品消耗费，本年度预算机场服务费调高吗？2000元，已删除，110万2000。去年调的，那调高呢也算绩效奖金哦。高级保全，收入部分有没有算？国外旅行费、工作关系费、用品也算啊，算数，应比较106。哦，那我以后像这种应该要扣掉，不能算了。第61案，那我再给你调500块的话，那你对啦，以后不是啦，以后这个哈，这个完全不是，因为不是因为你们工作努力，这是乘客付出来的钱哈，使用者付出来，以后这个不能算在绩效里面，这算在绩效里面没道理啦，真的啦。所以这次我们把收入的部分已经调高了，然后支出，你们注意一下，这个我们要在这里哈建立一个默契哈，先跟你们讲一下，因为公部门很少这种费用嘛哈，这么大笔的，所以以后这个不能算在里面哈。106年度机场保全公司用品，那第十、第九、第十还要等一下再处理喽。刚才90案已经并案处理，然后郑宝金政委是只是说要四分之一冻结，我们建议说改成10分之1了，冻结10分之1，然后提书面报告。对吗？第66案郑文宝清等提案。那9个10还要回头嘛？哈。106年度预算编列，主持人坐车2辆，120。那11至13案及总经理使用。同案先不处理哈。好。公务车预算1/2。那14到16案。以租任公务车的方式替代。第67案。赵伟。水电费删减2500万。水电费删2500万了。哦，水电费删2500万，这里面就有了哈。业务范围限制风险。好，14案删2500万哈。正核实编列。14到16是并案，都是水电费。第68。然后17案。提案。17、18。油电费我们建议删100万。算程序编列。删一百万。算并循程序落实。这100万嘛哈。是建议删100万。非议。第69案。17、18。同意删呐、啊，不是你们建议删，你们建议我们同意哦，你是对啊不对啊的哈，起码是向起。抱歉，我们同意删。哇，你这样绩效很好啊啊！这个删100，那个删100，不错啊。106。19。预算专案计划一般建筑。19到25。计77亿2340万7000。19到31。旅运费同意删30万，广告费同意删100万。哦，好，同意吗？机场智慧航厦新建计划，各位这样做好了，2亿，好了哈。北侧机坪新建计划，到多少案了？32、33。06年度编列2000万元。32、33。项计划，桃园国际机场公司已决议停办。原此上述停办计划相修理保养以及保固费，我们同意简列三十三嘞。叶伟英金等提案，3233，这个是1亿3000万啊哈。北侧我们同意3亿。26到31啊，1亿3000万。修理保养以保固费删除1亿3000万。二六三十一。
第七十二案已经处理过，二六三已经处理过。这里嘛，广告费这里拆了嘛。智慧航厦新建计划，这里面有了嘛？英语全数删除。二六三十一一百万嘛。李伟宏军等提案。三三十二三三是。智慧航厦新建计划预算两亿元。提案全数删除。第七十那三十二三十三呢？我们同意删一亿三千万。哦，删一亿三，哦，删一亿三。哇，这么大方啊！哎，这曾董事长要表扬一下。赵文正等提案，桃园国际机场之。啊，你是什么？你之前是乱编，你要不？提案三千万。完全不抵抗。第七十六案，郑文英鹏等提案，桃园。哎，你们中午好像。新建计划两亿。你们已经先审查过一遍了。第七十七案啊，没错，没错。在我这睡觉的时候，你们审查过一遍了。没错，没错。偷偷审查。哎，好了，就。我速度那么快。郑宝清的，郑文宝清的提案。三是我们建议免检列，因为免检列，因为他那个我们最近保费还在，还随着旅运量增加，还在调整呢，睡觉。预算两。三十四案。暂缓执行。建议不减的，建议不处理啊。全数预算。第八十案，郑文建材等提案，三十五到三十七，唐英，这个三千万，三千万，九千九，好，三千万，七万四，同意，嗯，四千元，三十五到三十七，陶机公司预算，我都讲好了，计划十分之一，四提出专案报告并同意，周明啊，周明勇，现在三千万，我们团队有没有意见啊？提案，唐英国际，你表示意见了，要删一点嘛。区建设计划三千万啊！他讲三千，我们讲四千呢。检讨报告，你不是问他要看桃园的啦？阿基会不会太狠？桃园国际机场第三那个叫做暂除包装代理加工费，项目十分之一，请桃园机场国际股份董事长，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战区新建工程进度是暂除包装代理加工费三千万，为 OPPO 等提案，没有特别的问题吗 ？WC 滑行道迁建及双线化工程，好，阿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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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答应了，慢过门关了。第四项提出检讨报告，并经同意后实的动支。第八十四案，陈文 OPPO 等提案，第二航厦扩建工程106年度编列2亿元冻结，该项经费至五分之一。四项交通委员提出专案检讨报告，并经同意后实的动支。第八十五案，李委员洪军等提案，不是那个董事长，我请教一下，董事长还是总经预计是修理保养与保固费哦，你们这个范围是修理在哪一些地方啊？三千元，统三百分之。就是三十三案的那个建行公司跟委员补充报告一下，那修理保养保固的费用主要是包括我们土地改良物维护费，就是我们跑滑道的维护，还有一般房屋修缮的维护啊这些。三十亿。还有一些委外操作空调等等。如果你们三到一亿三哦，你们那些房屋保固，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塌掉，没关系啦。但是一些消耗的，比如说跑道啦、什么空调这些，不会动到那里吧？第八十八案，陈委员书院等提案，北侧基坪新就是一亿三，在你们跟委员报告一下，这部分我们重新再做精实的一个调整，不会影响，不会哦。那你们当初真的是编太多了。北侧基坪新建，我跟各位讲啊，当初真的编太多了哈，但是现在新政府的要真的要检讨哈。好了，安全最重要了，就是你们连那个保养跟保固都可以三一三，我觉得很意外。那个就是以前真的是太腐烂了，好。你讲清朝的时候啊，第九十一案，郑文宝清等提案，来往下讲话要小心哈，不要得罪人。2000万元，讲清朝、明朝都可以哈。第九十，不是，但是你以前编太多，现在也不是他们自己减少嘞，我没说啊，是因为叶委员用功哎，要不然那还不是一样照混过来。18万7千元，好，来是现在几点了？全数减列。第九十三案。委员萧美琴等提案，35万呢？桃园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以你中午就偷着我去睡觉，那边偷偷干了。公司之存废以及桃机整体保全业务之推展，好，全面检讨。接下去35万以后呢？
检讨那个专业服务费38到40，李文坤这专业服务费3减1100，建及助导航设施1亿1200，应严格控管50万工程。38到40，公司定期向交通委员会报告工程相关进度。请1亿1250万。萧美琴的提案，桃园机场捷运日前同意，同意吗？同意，哎，同意。针对每一个环节以及通车前的再确认，赵委员意见，以维护我国飞航安全，保障生命及财产安全，相关问题缺失改进。我们交通委员会都有看紧荷包啊，有认真删的，你舍不得啊？我要问一下反对党委员，你们意见，我们要尊重。第三航站区机械工程进度，避免延宕，然后呢，以及尽早完工，疏解运量负荷。第97案，郑文宝清等提案，桃园机场近年旅客成长快速，两座航厦容量已足难负荷。折旧，哎，这个折旧要问一下，折旧我要删了哈，删1亿。折旧为什么更行恶化？折旧，哎，他们讲不可以删吗？你怎么删呢？啊，忙个台啊啦，这很尽早完工。折旧是报告一下，折旧可以删了。折旧费用，因为可能原来我们的一些资本支出啊，原来完工进度可能没有像我们达到的预期，所以没办法及时列入财产，所以折旧费用部分可能会减少。哎，折旧可以慢一点折旧哦。哎，没有，我没有，还没有列入财产，就是没有完工，就资本支出的设备没有工程没有及时完工，所以没办法列入财产，那就没办法提折旧。是，所以这部分我们建议是不是也可以3亿1亿？哎，第二行下扩建工程要求。你搞会计，我也搞会计，我也没看过这样的。全面检讨，加速最新的会计学啊，以免因工程延宕造成套。坦白说，这样我3-4亿。我不满意的，原来这个折旧是你们自己在那里。淘金公司应利用折旧，是你们自己在那里。好了，我要赶路了，不提了，38算了啊。这样我少删了你们1亿呢，这样被你们糊弄了。38/40是这样啊，不处理了。公司一律后续相关。41案，向工程进行。第101案，政委。41，机场公司一国际。41过了嘛？发展条例规定编列承租民用航空对嘛租金预算。在44到45，土地承租预算编列以节约不必要支出。44到45，郑文一鹏等提案专案计划。44到45是折旧，哎，系统建设。我们叶小姐，好啦，专业服务费就是1亿1250万啦。哎，陶基啊，这样我觉得还不够哈，你们自己要看着办。我可能到那，我还要研究一下到那个党团的时候啊，哈，原来你们这个4亿里面有1亿是折旧，这个这样3亿还不够啊。定比例及原则。第104案，林文君先等提案，建议桃园国际。坐好，不要乱跑啊。应针对采购预决算巨额差距之问题，严厉改善。好了，并核实编列于现在呢。审查。第45案，萧伟美清等提案，桃园机场日前被评比为全球最好睡的机场第5名，出工舒适休息环境与旅客外，桃园40到45怎么样？不处理了。相关商业行销方案以创造机场夜间维持之最大效益。第106案，委员萧美琴等提案，要求桃园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应积极研议。45不要处理嘛哈。营运绩效及获利能力以强化竞争力。可以处理的。7案，林文俊先等提案，建议应依前好，那就删嘛，照表删。规定积极研谋提升照表删绩效及获利能力。45删1亿。108案，郑文英鹏等提案，要求。委员报告一下，刚41到43案并案处理，不处理，进行评估，并一个月内提出书面报告。第109案，陈文 OPPO 等提案，要求桃园国际机场于2个月向桃园交通委员提出如何精进经营绩效之书面报告。好了，110案，44/5，3亿1亿，46/7呢？桃园国际机场与跟委报这是通案的，因为他没有细项，所以是并14案到45案，刚刚前面已经处理过的，细项处理过的。所以第一项还没处理啊？怎么？哦，说刚这个46到47部分。提案桃园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获利下滑问题，好，做成书面报告，那就并全案处理了嘛，哈。立法院交通委员会。46/7，那就。陈伟 OPPO 等提案。那就48到57。航向新建，整个机场园区建置 PNS 系统。报赵伟，那个46/47，我们都建议提报告是提书面报告了，不要专案报告了，提书面报告。给予旅客在46/47，书面报告，提书面报告，好，改书面报告。46/47哈，改书面报告。113，好吧。东明等提有冻结吗？没有吗？210有冻结哦。2015年。动1/10嘛，是吧？动1/10改书面报告哈，46/47，然后48。
不禁令人质疑机场服务。四八到多少？此提案要求四八到六十九。应将机场服务费使用项目之书面报告一个月内那个交通委员会第一百一十四案。跟委员报告一下，就是保险公司它的收入跟支出以及资本支出，那我们建议删除之后留下支出面的198万4千，必要的这个未来董监事的出席费跟折旧费用相关的费用啊，其他的删除。盈利绩效指标。那个，请问一下啊，那个。公共关系会多少钱呢、啊？这第一点呢、啊。第二点，那个派遣人力有没有派遣人力？没有。提升营运。没有派遣人力哈、啊。没有，没有。对，公共关系会。第115万。一年六百万。所有的六百万，还是董事长跟总经理加起来六百万。检讨。所有。桃园机场。哈。地租金计价方案建议减轻。保全没有，保全没有，保全没有，没有，是公共关系费。保全没有。临时提案。提案。有鉴于桃园机场是国家层面。那我是，那我现在问那个公共关系费啊。逐渐提升。是。没有，总共的公共关系费多少？跟委员报告一下，保全公司原来有编84万公共关系费，刚前面讲过，全部把它都删除掉了。删除掉。那另外59到60这个公共关系费多少？行下线。这部分都删除掉了。是规划要呈现。子公司的支出都只剩下全部删除，剩下198万4千元。全部删掉了啦，就留198万4千元。空间并于三个月内向本院交通委员会提出评估报告。就留他基本。宣读完毕。6768、69。现在跟委员在，是不是可以建议一下？就是68万林俊委员有提到，就是说我们这个保险子公司的总收总支的部分的建议，那是不是因为保险子公司目前正在做有关于撤资的程序，是不是可以加几个字，就是于106年完成子公司撤资停办作业？68的提案增加部分文字。68倒数第二行。故建议桃园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应尽速于106年完成子公司撤资停办作业。68案的倒数第二行。我们文字建议修正成：故建议桃园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应尽速于106年完成子公司撤资停办作业。逗点，并循程序落实，以避免衍生浪费公帑非议。好，可以吗？好，68案哈，照我们可以啊，可以了，修正这样。那另外可以再跟委员补充报告。67没意见嘛？哈，是。另外跟委员补充报告一下，刚这个保险子公司48到6减的并案处理过程里面，哎，你讲多少啊？就是48。现在讲67、68还没讲完呢。只剩下198。68修正，69嘞？同意办理，69同意办理啊。一样啊，收入减少一样。这里有决议案在这里啊。好，你回头来，处长你讲。跟招也报告一下，就是48到69案并案处理之后，因为整个是撤资之后，必须等于他的预算里面会除了必要的人事跟撤资折旧跟其他费用198万4千元外，全数删除。另外，桃园机场公司也会随同调整那个投资利益的损失。因为他整个收入都删掉，剩下支出而已，所以这部分我们母公司会认列他的损失，所以母公司这部分要随同调整。跟委员报告就是48提案48的这个部分，我们除了就是并48、49、50、51、52这个并案处理之外，我们针对48的文字倒数第二行，我们建议修正，就是把提案全数删除这几个字杠掉以后，加入这个。倒数第二行，机场保全股份有限公司除必要人事及撤资折旧等其他费用198万4千元外，全数删除，且桃园机场公司应随同调整投资利益损失。你这样又留个尾巴。我们配合要做调整，嘿，配合要做调整。啊，因为整个删掉，公司要去处理。对，米公司要去处理损益。到明年后年就没有了啦。对，后年就我们去投资，它有损益损，要配合这调整。是，可以吗？可以吗？三个处理可以的。是，你们说行就行啊。可以啊，可以吗？哈，稍微说了算数了。损益调整是我们母公司要调整。你们中午都审查好了吗？没有。啊，来这都是你在护啊，护了。然后呢？70到90，那92跑哪去了？
你们九十二跑哪去？没有，没有九十二。没有。七十到九十一。九十二是什么？好，七十到九十一，你们九十二去把它找出来。九十七十九。七十九。七十到九十一。这个台湾国际机场智慧航厦新建的计划2亿元，这个应该没问题吧？因为这个计划已经暂缓推动了嘛，你们说明一下。同意办理，我们同意办。七十一案，哎，这是一个案一个案来还是什么？啊？有些不一样。跟赵伟建议，是不是七十之一到七十九并案处理，我们都同意办理？这个都是跟所谓智慧航厦要停止办理的。3+2=2，3+2=2。有七十到七十九的。是七十之一到七十九。七十之一到七十九案，3+2亿2000万。是我们同意办理。同意办理，好。然后第80案的部分，这个70。同意办理，同意办理。啊，同意办理啊、哦。张伟不是2000万哦，是2亿哦。70。就是他那个智慧航厦是。没有他，他就是两亿。智慧航厦是归零。2亿1000万，2亿2嘛，2亿2啊，玉鹏伟，2亿2嘛。OK。七十之一到七十八了，是好跟稍微七十他同意啊，同意哦，哎、欸，同意，就是他这个两亿同意就好，同意就好，他不能重叠下来，两亿二，七十八，二是在3亿的范围之内，那79嘞？哦，跟招委报告，跟委员报告一下，那桃园机场公司的建议是，因为70到91是并案处理，所以那个3亿里面是包括。T4 智慧航厦减2亿，北侧机坪减2000万，另外有个空侧强化工程减8000万，所以一共是减3亿元。确定可以、啊？是，它是重叠，重叠，重叠，3亿，就是减3亿。第几？它是70到91，70到91，七十到九十一案，就是减3掉3亿，全部加起来3掉3亿，3亿。对了，合起来是3亿。30几亿。三亿啊，三一个三亿啊，另外一个8000万了，3亿。不是，那是最后的，就是说70之1，就是70案的话是3亿，啊，后面70之1到79是3亿里面的2亿2，和遵照委员的部分的减那个2亿2，因为它是重叠的。一个大科目下面的一个小科目，比较小的科目。对、啊，那个啊，另外一个八千万在后面。智慧航厦的新建计划就是他们这个跳来跳去的都很有技术的，这个、哦、先把你头脑给你搞乱了，不然让你根本搞不清楚了。我请教一下，那个智慧航厦就是2亿嘛，编列2亿嘛，那我们在9月的时候已经签请暂缓推动了，中间没审到了呗。那对啊，那这个是第四航厦的相关预算嘛，哈、哦，那现在我们要配合第三航厦工程局以及这个园区的整建规划。那这些计划全部停办，就是为了第三航厦的工程，对不对？好。那93案没有这里，这前面这个要处理。暂保留的1到2不是并前面并这里吗？处理了吗？但没有讲。有啊，1到2。1到2跟。刚才1到2保留嘛？对。是跟72到8嘛，是不是？这个有关联的嘛？还有后面很多哎。后面是决议案。后面还很多哎，不是决议案喽，是提案喽。相关的一致案跟那个都有，来，昆哲委，没意见了、哦。跟赵委报告，刚才讲70到91哈，中间有几个案子，我们有文字修正，是不是一并就跟委员报告做文字修正？第80案的部分哈，我们建议他最后倒数第二行里面提出专案报告的专案改成书面，就提出专案报告送交通委员会后，使得动之，我们建议做。提出书面报告，把专案改书面。嘿，怎么又什么时候又跳出一个80案？因为刚才委员讲说的是我们是70到91都一并处理嘛，那所以中间有几个案子。不是，我跟你们讲啊，你们刚才这个案子啊，跳来跳去，跳来跳去，有的没审到，你们自己负责啊，我不管啊。并案处理就不处理了。你不要再回头再来找我、啊。你们跟孙悟空一样吗？跳过来跳过去的吗？并过来并过去。先到79，跟现在80。哪个脑袋也那么好啊？对的，现在是83、82、93、93头脑都还没恢复回来呢。93，我要吃药了吧？93案，有没有意见？82没有了，81案还没有讲，没有找到92，告诉我、啊。不是啊，
八十一号，我讲一下哈，这个其实桃机现在大兴土木，很多各项工程都很辛苦了哈。但是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工程，一个管控呢，不要每次工程交通部的工程都一拖再拖，不是执行力很低，要不然就是工程拖了变世界级的笑话哈。所以我建议这个预算的部分我们尽量支持了，但是工程的品质跟进度上，我要求那个陶机应该确实掌握，甚至要定标准哈。那如果需要工程处需要必要的人力哈，也应该增加，我们都可以支持哈，因为大家都期待说哈，这个国家的门面呢，这个工程能够落实，好，不要变成这个国人这个没办法信赖的一个工程，所以请那个陶机公司呢，这一点要一定要掌握哈。好，你们讲完没有？九十二。九十二，九十二，因为是涉及到我们资金调度的问题，我们建议免减，不要建议免减，免于删除，哎，好，免删除不处理了。九十三，九十三，我们是建议在那个文字上，在倒数第二行相关检讨报告那个加书面两个相关书面检讨报告。好，九十四。九十四案倒数第二行，我们建议局部文字修正，就是要求桃园机场公司应定期两个字删掉，应向交通委员会提出工程相关进度书面报告。好，九十五，九十五倒数第二行，就是在最后那一句话改成应于通车前提出书面报告送交通委员会，在到最后那个逗点后面。通车前提出书面报告送交通委员会。好，九十六，你们后面找个人帮忙翻嘛？那谁？那么厚？同意。九六同意啊，好。九六九八并。九七九八并案。对，九九九八。同意。九九同意，一百。同意。一百同意，你同意几个？一次讲完嘛？一直到一百零七，我们都同意，嘿。到一百零七都同意啊，是，怎么他们跟我一样，感觉上很想赶快回桃园啊？比较机密，比较远一点。一百零八，文字修正3个月，3个月哈。好，没问题。好，109，109我们改成3个月，然后最后改成书面报告。好了。110。110，文字修正为3个月。好，112。111。好，111。同意啊。111改成三个月，一个月改3个月。112。也是改成3个月，然后提书面评估结果报告。好，113。我们改成建议改3个月。114。同意。115。同意。116同意。117还有110，税前净利如果有不足的话配合调整哈。这边有一个临时提案，好不好，你们配合调整就好了。好，有临时提案来吗？临时提案最后倒数第二行提出评估报告的评估前面加书面两个字，提出书面评估报告。欧博委员可以吗？提出书面评估报告，加书面两个字。书面了，好，可以。要落实了，去做比较重要了。这个他评估真的。跟赵委报告一下，那刚前面讲到第46到47案，因为这是通案，那并前面的第14到45个细项都处理过了，所以这一项是通案，我们建议是就已经前面已经并案处理了，所以这部分不予处理，谢谢。可以。好。好乱。哦，对，行了啊，行了，稍微你太神了吧，这样就干掉100多亿了，快三点了，啊，对，还打掉，上面再打掉一些，我知道，对，但你几亿都是，对啊，
好，协商完成，做以下的宣告：协商结论免予宣读，授权议事员整理作为决议，列入记录。如果有委员对提案补签，列入记录。总经理，坐好啊，我在念了，你们不注意听，我在讲什么？针对本日下午会议做如下决议：一、预算审查结果照列或照协商结论通过，临时提案照协商结论通过。桃园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预算处理完毕，散会。好，哦，那稍微回马祖了，回马祖了。稍微英明，散会。他不知道回马祖，他回马祖。福建省的，福建省的。对，谢谢。谢谢。